第一种，对方以左拳击我面部，我运用八卦穿掌手法绕到对方身后，以右劈掌砍削对方后背或颈项。第二种，对方以左拳击我，我以单操手中的炮拳迎面进击。第三种，对方以右手击我，我在躲闪中以右手搂住对方左肩，以右膝磕碰对方小腹。第四种，对方以右手击我，我以左手挡住对方右手，然后以双削掌连削带靠击打对方身体。第五种，对方抱好肩架准备向我进攻，我主动进击，运用连环劈掌控制对方，然后以半步崩拳击打对方身体。